大家好，我是高登仔。多謝各位的網友的支持，今次網友又發一段嘢俾我，叫我評評你啊，真係得到大家網友的垂青啦，啊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咧何德何能啊，點樣評評你法啊？咁啊，但係即係內裏面有一啲深層嘅意義咧，係影響到姜圖同埋佢自己嘅一啲形象啦，咁樣。咁但係即係我諗呢方面咧都各有各嘅道理嘅。咁啊，當然有啲姜糖嘅 fans 就好不滿呢段新聞啦。咁所以就 send 俾高登仔去評論一下今次呢個主人公點樣樣去玩啊姜圖啊。好，開始段片之前，我希望大家繼續喺我嘅主頻道嗰度 sub 咗佢，點擊留言贊好，中意我高登仔講娛樂新聞嘅 sub 咗佢，得到最快嘅資訊，同埋睇我嘅廣告每段片，同埋記住去我嘅後備頻道嗰度高登 Boys Live 嗰度咧，咁就點擊留言贊好，同埋 sub 咗佢，咁啊希望咧大家有翻一個最新最 update 嘅資訊。好。呢單嘢就咁講嘅，原來咧今次咧到第二個所謂前明星咧就抽阿姜圖水喎，佢邊個啊？咁咧有好多 fans 咧，即係姜圖嘅 fans 對於呢個人咧就嗰個感覺就麻麻地嘅，就係 Coffee 啦，啊林千羽啊，咁啊唔單止林千羽抽佢水喎，佢揾佢個仔嚟抽佢姜圖水喎，咁所以咧呢單嘢就點樣睇咧？所以我就成日覺得咧人紅就好麻煩，咁啊不斷咧有人咧抽佢水，咁啊揾佢一啲嘢咧少少嘢就將佢發大嚟做啊模仿啊咁啊，今次就到呢個網紅前藝員林千羽，即係 Happy Together Toilet Together 嗰個林千羽啊，啊 Coffee 啊，即係我打娛樂新聞啊。咁我都系照塔讀新聞咁樣嘅啫。咁話説呢單嘢咧就講啦，咁 Coffee 咪有個仔嘅三歲嘅仔仔咧，咁啊跳姜圖舞啊鏡中鏡喎。咁我都知道姜圖嘅鏡中鏡就好出名噶啦，近排。咁啊完全冇彩排嘅自然舞步咁樣話喎，哇咁樣都可以抽到姜圖水啊，巴之弊。好，個報道就咁講嘅。咁瑜伽老即系导师啊，林千羽 Coffee 啊，哇！佢依家叫做瑜伽导师啊。不过咧，其实即系有网友都即都反映过就话，其实又唔系即系咁多人睇 Coffee 啫。讲真，有好多瑜伽教瑜伽嘅影片，咁点解会睇 Coffee 咧？又唔系话即系做得特别好啊？即系嗱，我唔知啊，我唔识啊，即系啲网友咁样讲嘅就，我睇高睇连斌仔。咁啊，覺得即係大家都重視佢係即係 Toilet Together 嗰件事咁樣啦。咁話説咧，呢個 Coffee 啊，咁啊成日咧就喺佢個 IG 啊、Facebook 啊，應該係啦嚇，分享佢同三歲仔仔，佢叫拍拍喎，叫伯伯啊，互動嘅影片同埋影片。咁啊，有人就話 Coffee 咧就成日抽，即係用佢個仔咧就去抽水。但系其實有一啲詭異的地方，即係佢自己都貴為係咪百萬網紅啦？已經有咁照計，佢已經好多 fans 支持啦，係嘛？百萬網紅，佢都唔需要抽人哋水啊！但係就偏偏成日抽水，佢偏偏咧就揾佢個仔去抽其他人嘅水，或者揾佢個仔去抽水，咁啊令到咧成日都製造話題。咁我唔知係呢個佢自己本身即係做開藝員，即係一啲習慣啊，中意為自己做下新聞啊，惹起人哋關注啊，去即係繼續去即係令到自己人氣即係 keep 住咁樣嘅手段啦。但係依家其實喺呢個網紅嘅世界咧，即係已經有少少轉變。即係其實你只要做好自己瑜伽嘅頻道已經 OK 啦。既然咁多人點擊，係嘛？咁啊，話説咧 ，Coffee 喺佢嘅 IG 啊，就貼咗阿伯伯，即係佢個仔，咁喺家中跳舞嘅片段。咁啊，當時家中咧正播著姜圖嘅歌曲《鏡中鏡》，抽抽啊姜圖首《鏡中鏡》先啦。咁啊，話説阿伯伯咧
就聽到咧手舞足蹈，咁啊聽下鏡中鏡咁樣樣嗰啲歌曲就手舞足蹈，咁啊跳得咧就有板有眼。咁啊網民啊留言笑啊，就話有理由相信咧去睇過姜濤哥哥個 MV， 唉唔開聲睇啊，就以為佢打功夫拳拳有力啊，年輕有為，大個一定好似姜濤咁大紅大紫。話呢啲啊咁正面嘅一律啲榴蓮啊，唔似連登仔嘅作風啊，真實好有創意同活力，跳舞叻叻啊，識欣賞姜濤哥哥嘅有品味。啊，姜濤果然了解年青一輩嘅喜好，哇！呢啲都係好正面嘅留言。我高登仔成日睇連登咧，都唔係呢啲咁嘅留言。即係我個時候覺得抽姜濤水唔緊要。即係我成日問，即係 Coffee， 你有冇問過你個仔想唔想上鏡？嚇、啊！即係佢依家四個唔知啊。當佢第日都大個咗，就話：哇，媽媽，原來你將我由細個 BB 仔開始到細路仔到年青嘅所有人暴露喺全世界面前啊，係嘛？仲要抽下姜濤哥哥水，可能姜濤嗰陣時已經變為呢個超級明星嘅啦，已經係好有江湖地位。仲要抽水，我仲第日仲有面目出嚟見人嘅咁樣，哇！即係我成日都話啦，即係有陣時咧，你自己做網紅拍片上去俾所有人睇，心甘命抵，因為你要賺錢。但係拍你允許嚇佢拍片嘅話咧，咁我就覺得咧有啲那個啦。你揾自己個仔嚟賺錢咧就唔係太好，係嘛？咁啊～特別咧，拍咧，佢依家細個，佢自己咧，你應該要保護佢，唔好成日喺度拍片。而且姜糖亦都唔中意你咁樣抽姜糖水嘅，我話俾你知。咁所以咧，呢單嘢就係咁樣啦。咁啊 ，Coffee 咧就睇翻個報道 ，Coffee 就留言讚姜糖個歌曲就好聽。佢就寫啦：我哋喺度食飯，然後聽歌就輕鬆下。播到呢首歌，突然间有反应，果然系年青人，姜濤嘅 fans 完全冇排练过嘅自然舞步咁样话。嗱，讲真，佢呢段片咧，我就冇睇，亦都冇兴趣睇。咁咧，因为咧人哋个仔嘅嘢咧，咁我觉得咧始终都唔关事。即系细路仔应该天真烂漫 OK 嘅，我从来唔会批评啲细路仔一啲表现啊等等。但系咧，佢作为阿妈咧。要有一個 concept， 要有一個理念去保護他自己的小朋友，即係唔好成日暴露於人哋面前咯，即係係嘛？將佢由細到大所有嘅言行舉止拍曬上網，赤裸裸咁公佈曬啲天下，咁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。我自己高登仔，咁我希望咧，即係 Coffee 就即係喺呢方面咧，如果你可以專注翻自己一啲瑜伽嘅課堂。係嘛？瑜伽嘅片咁啊，希望但係佢可以做翻一啲好好啲嘅榜樣咧，咁啊佢更加成功啦。咁啊，希望咧佢自己有一個 YouTube channel 咧都可以蒸蒸日上啦。咁啊，減少啊拍拍出現啦，因為佢都開始大個識性，咪希望咧就唔好成日去揾佢個仔咧出嚟啲魚賓啦。OK， 好咁啊，今日我講嘅嘢就係咁多咁啊。希望大家去我的主频道点击留言赞好，同埋去我的后备频道 sub 咗佢，同埋睇过的每一段片点击留言赞好。好，今日系咁多，多谢。